大家好，我是香蕉人。当你看到这影片，就表示我已经成功把 Intel i9-7900X CPU 成功安装黑苹果。但这一集是注重在性能测试和组装使用的散热问题。要在全部测试完成，没有狂宕机或死机问题出现，接下来拍安装教学才会有学习意义，请大家再耐心等等。好，回到主题，我会想组装 Intel Core X 处理器的黑苹果，是因为心中一直有一个黑苹果恶魔一直告诉我，香蕉人啊，再组装一台高性能 CPU 试试看吧，工作效能一定可以大大提升，处理速度会更快哦，快点去做啊，快点去做啊。而且 Apple 已经确定要使用自己设计的 CPU， 黑苹果可以使用到何时，没有人可以预知。还是早点实现我的梦想比较实际。所以在今年年初，我开始在各拍卖网站找寻有没有便宜试用的 X299 主机板和 CPU 一起在出售的。无奈稀有物品用的人少，二手商品自然就更难找。就算找到了，可惜 CPU 的等级和我现在用的 i7-9700K 效能差不了多少，根本也不值得买，也白花钱。而等级太高的又买不起。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在努力半年后，让我找到理想的 CPU 处理器等级 i9-7900X 10核心20超值情绪。但主机板却是搭配技嘉 X299 Oros Gaming 7好冷门的主机板啊。 X299 主机板最方便安装黑苹果首选是华硕主机板，在各大黑苹果网站也很容易找到 EFI 档案夹套用安装。怎么办啊，这技嘉 X299 Oros Gaming 7的黑苹果安装成功案例好少啊。不管了，在黑苹果安装技嘉主机板也算安装首选，以我的黑苹果安装能力应该也不差，先买下来入袋为安再说吧。通常稀有东西常常会一下子就不见被买走了，但是哪知道这才是噩梦的开始啊。按照 OpenCore 编写教学步骤做完，完全没办法进入安装，是怎样啊？这是真的要翻车装不起来了吗？完蛋了。但还是那一句话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在两个星期的严重睡眠不足和翻阅各大黑苹果网站资料，在东凑西凑下使用各大主机板 X299 的 EFI 档案夹，终于让我成功试出 YES YES 成功啦，也成功开启黑苹果使用。而在关于这台 Mac 里，目前只有 CPU 名称没有正确识别出来，其他都正常显示 USB 3.0 正确 5G 速度，以太网路 OK，音效卡 OK， 而且我也测试了好几天，完全没有发生系统冻结的问题，或是死机、宕机、自动关机的问题发生，几乎是接近一台完美的 iMac Pro。但总不能一直在测试台使用吧？还是要找一个电脑机壳装入使用，这样才能符合我们日常使用的标准，对吧？但这一台 iMac Pro 黑苹果还在测试阶段，我希望能找一个方便让我维修和散热也不差的电脑机壳。找了多家新厂商，真的很幸运，在第一时间 Antec 联络了我，对于我的影片内容很感兴趣，于是同意我的要求，赞助了我一台 P120 Crystal 电脑机壳，真的太棒了。我会选用 Antec Performance 系列的 P120 Crystal， 主要是看上它的侧板钢化玻璃是按压式开启，随时随地轻松打开侧板，方便我做维修调整，完全不用再怕拆螺丝没拿好钢化玻璃侧板而打破问题。前方和侧面双面玻璃设计让我很方便观察零件和风扇使用上的变化，真的太符合我的需求了。那你以为只有赞助机壳吗？ No， 请看，我的天哪，这 Antec 真的大手笔赞助我。而且你看，这才刚在台湾上市 Antec Katana ARGB 8GB 记忆体，造型有如日本武士刀的金属刀身感觉，光芒四射，真是漂亮啊。而且还一次给足四条插好插满，我的妈呀，这赞助规格已经达到大咖 YouTube 水准要求。我说 Antec 啊，你不会把我30000订阅看错成300000订阅吧？好吧，不管是不是美丽的错误，我还是再次感谢 Antec 的帮忙，让我可以减轻一点主新电脑的开销，真的让小弟太感动了啦，谢啦。那我们先来把这次要组装 P120 Crystal 电脑机壳开箱介绍一下吧。 Go！ P120 Crystal
为 Antec Performance 系列中塔式机壳，结合美学与效能的精心设计，领先业界侧板玻璃按压式开关，随开随取，挥手告别螺丝，轻松安装内部零件，这设计真的太实用了，不给个赞不行啊！而且玻璃侧板只要轻松往上提，就可以拆下来，方便组装电脑，再简单轻松不过了。在侧板内部还有防撞条的巧思设计，预防你推回扣上太大力，撞到机壳而钢化玻璃破裂发生，真的很细心的安全考量。就以这个机壳来说，上置式电源设计，提供更多空间，更容易安装电脑零配件或是客制化水冷回路系统。也许有许多电脑玩家是很反感上置式电源设计，怕太多机壳内热空气影响电源供应器的使用寿命，但在还没出现下置式电源设计前，我长期使用上置式电源设计主机也有超过15年的经验，真的很少出现什么电源供应器坏掉的大问题。所以每个时代都有一个特色设计，就看个人所需选择你要的机壳。而电源供应器是先要锁在固定板上，再由后方推入安装，且最大可支援到29.4公分，基本上能满足绝大多数电源供应器。而在机壳底部有大面积散热气孔通风设计，能安装三个12公分和14公分风扇，最大能支援安装 360mm 水冷排。背部能安装12公分或14公分风扇，侧部支援三个12公分或两个14公分风扇，也同时支援 360mm 水冷排。但要安装时，请记得把硬碟支架移除，不然可是装不进去。底部有抽取式大面积防尘网，侧面板内部则有磁吸式防尘网。大面积透气开孔更能提升内部散热效果，为显示卡和机壳内部带入大量冷空气，有效降低热能。加上侧面板和背后风扇，则能引导热量排出，形成完美散热风流。而面板 I/O 部分，则是位于机壳上方，提供两个 USB 3.0， 而且插座四周还有发光功能，让你在黑暗中方便找寻。再往下，则有耳机、麦克风插孔，全部插孔都有附防尘塞，蛮贴心的设计。在机壳内部最大可支援 1ATX 尺寸主机板，在机壳后方有7个 PCIe 挡板和3个垂直 PCIe 挡板，可支援垂直安装显示卡。机壳配件包则是有说明书，有一包固定螺丝和固定线材的魔鬼毡。而在机壳背后的部分，有蛮多空间可以进行理线走线，比较可惜它没有内建风扇集线器，在选购时可能要注意一下，在买 ARGB 风扇时一定要选附有风扇控制盒，比较方便连接灯光同步效果。而在硬碟扩充性，则可支援三颗 2.5 寸 SSD 和两颗 3.5 寸 HDD 硬碟。而这硬碟固定架还有固定锁孔设计，让你在搬运主机时避免硬碟摇晃而脱落。塔式 CPU 散热器最大高度可支援到 18.5 公分，显示卡最长支援到45公分，就算要安装旗舰等级三风扇显示卡也没有问题。而且还附送一个精致设计铝制 VGA 显示卡支撑架，可灵活角度和调整高度使用，再重的显示卡也不用担心过重而伤到 PCIe 插槽。那我们机壳就先介绍到这里，快来装机吧， GO！
最后安装完成，快来开机吧 ，Go！真是漂亮又绚丽啊！先来测试装到 P120 Crystal 机壳散热效果，一样用 IDA64 单 CPU 烧机测试 CPU 温度，测试环境在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上下的冷气房。没办法，这一颗 CPU 真的太热，发热量惊人。好，开始 Go！不错不错，在10分钟烧机测试下都可维持不错散热，在70度上下，在 P120 Crystal 机壳也保有一定散热水准，而不是一个大烤箱。再来跑分测试一下这一台 i9-7900X CPU 10核心黑苹果效能。哇，5000多分，这分数远远把我现在主力剪辑电脑 i7-9700K 远远抛在脑后啊，太赞了。再来测试一下它的跑分排名。哇，
一万多分，这也太高了吧！从我安装好跑车都没那么高分过啊！原来是这样啊 ，Antec， 你早就知道赞助全套零件，这一台效能可以翻倍提升，你可真厉害啊！这样都处处考量到，起初还以为看错订阅给错东西，真的受小弟一拜啊！而在 Final Cut Pro 剪辑效能更是顺畅到不行，影片输入和转场特效都能在即时处理好，真的是太值得投资了。但别忘了，如此高效能的电脑，它的发热量也是很惊人，配合散热良好的 P120 Crystal 电脑机壳更是如虎添翼，提高内部冷空气循环，加速散热降温效果，这样才不会有过热问题而造成 CPU 降速，拖累你工作上和游戏时的效能表现而卡顿到不行。如果你是喜欢 DIY 自主修理测试的玩家，我真心推荐给你 Antec P120 Crystal 在组装电脑选购机壳时的第一首选，真的超好用的，赞啦！所以影片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和分享，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，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。拜拜。